和老妈上山景俊的一天。红葱一朵，哇，不错不错，又是一朵小红葱。干巴净一朵，老妈发现的，两朵，装的嗯，那那那。哇塞，红葱三朵，四朵应该来说，这里还有一小朵，长在一起的，漂亮漂亮，又是一朵红葱，哇哦，这朵更肥，哇塞，好久没见到那么肥的红葱了，漂亮漂亮。好小的一朵，看到一窝沙老包菌，也叫老人头菌，长得跟鸡蛋一样。哎，你把敲烂一个。看一下，好大一堆，不错不错。嗯，太小根了。不要敲两口。大，这个特别大，哇，这个也不错，嗯，三大个，装起来。到家啦，到家啦，今天的收获还不错，现在开始清理菌子，清理出来了，这就是今天的收获哦。